我选一个数字，就是50以内的，然后你们去猜区是间，多少区间？47，1到47，30，1到30，20，20到30，哦，那很近了，啊，这个好好猜呀、啊。22。你是要逼死我？20到22，21呀、啊？对，为什么是21？我以为是你生日。因为我们在小屋待21天啊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哎，那我猜这个大的吧。好，请开。感觉是乐高哎，哇！如果是乐高，要在离开小屋前拼好。啊，好重啊！你这好下指令啊，必须要让人家完成。哎，乐高，我猜对了。拼吧，拼吧。这一看就不是我这种脑子能拼完的。哇，他拿了个大的。嗯，Jasper 的。希望你像猫头鹰一样翱翔哈。哦，这个寓意好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可以。你拼乐高吗？拼，我很喜欢拼。好。啊，我不喜欢。有人是 K 吗？哦，来吧，贝贝。抽个数字，然后问他个真心话吧。好，可以，来吧。6号吧。6号男嘉宾。我，问吧。然后想一个，问你啥？就问一下你来小屋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吧。最期待的事情啊，我要好好想一想。其实我最期待是第一天，就是第一天，我觉得能遇到所有的事情，因为其实之后会大家会越来越熟嘛。其实第一天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好奇和新奇的一个状态，所以第一天会发生的事情我都还蛮期待的，就是会见到大家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包括我们会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下做些什么事情。对，其实第一天就是最期待的。完美答案，好吧？对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这个屋里，有没有符合你预期的女生？哦，比较期待这个答案。有吧，有吧，有吧，但是这个要开放一点嘛，我只能说有吧，有吧，肯定是有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挑吧。好，我挑了啊。我们还想挑那个好东西的，那我就挑这个吧，最近的。哇、哦，好重啊！这个可能是节目组的啊。我猜是节目组的。SUV。哎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贝贝的吗？这是相机。那个拍立得吧。对，为什么会有一个一次性的拍立得？哎，这个我也带了一个过来。啊，节目组的，节目组的。我的。啊，你的？那为什么提啊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气死我了，我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看到有个这个，但这个还真的我蛮喜欢的。这个是一个日历，然后它是每天过一天，然后你就把它撕掉一页，撕掉一页，最后它就是一个哈利波特的城魔法学院。啊。你365天全部都撕完之后，它就会亮灯。然后你撕下来之后，它有一个那个可以做书的便签，你就不会浪费纸。这个蛮好的。它是一个魔法学院嘛，然后我们这一趟旅行也是一个魔幻的旅行，是奇妙的缘分，然后大家能够相聚在这个小屋里面。然后希望365天你撕完了所有的日历之后，当它亮灯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我们这个21天，不用撕完也会想起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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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升华了啊，升华了。陌生人嘛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可能还会是有一点距离感和分寸感的。但是经过一些小游戏啊，包括抽礼物的一些小环节啊，发现，哎，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，可能在聊天的节奏上是在一个频率上大家可以共振的，你就会觉得也还挺有趣的。
交钱。如果有这样的环节，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？我没有这种环节啊，什么类型的礼物？我没有这种类型，我很难，这个我觉得好难。你看，你看他烦不烦？你看他烦不烦？我真的不会送礼物，没有礼物，我没有人要送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个活动，朋友们在一块聚，说大家要互抽礼物。你要送礼物，就是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，我才会交换礼物。对，我得知道你喜欢什么。你不知道谁抽到啊？好几个人都不知道谁抽到，什么叫交换礼物啊？我没跟人交换过礼物啊。把刀给我，有没有刀？有没有刀？刀在哪里？就这么没朋友的可能。来，我们来看人家喊交钱看。来，我来发吧。我要抽了，我就跟别人换吧。是谁？是我。你终于抽爆了，鼓掌。来，主宰一下，把这个游戏升级一下。我要问二号。我刚说升级一下。来吧，升级一下。你来之前，然后对这边女生的设想，就是你觉得比较理想的是什么类型？类型嘛，要说两三点，五点吧。哎呦，哇，五点好多。花花是个狠人。好不容易让我抽到一个，你开玩笑。我可能想象的第一点是，可能是比较开朗的，外形是很瘦的。很瘦的，皮肤白一点，还有就是，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随和一点，其实还是性格上的，就大家其实很 OK， 很多方面都 OK。然后还有一个就衣品，但是大家衣品都很好，所以我没办法去。对，哎呀，坐半天了，我们摸，然后你喊停。哎，那这样吧，这样你有意思，嗯，我喜欢这样，是吗？好吗？可以，转过去啊，转过去啊。这可不可以？就这个吧。你好幸运，你很幸运。他说好幸运，应该是花花的。你拆开看一下。拆了啊、哦。嗯。哎呀，不会是电子产品吧？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，但是它的造型很别致。啊，好精致啊。什么味道的？桂花味的。对，是桂花吧？我特别喜欢桂花的味道，讲实话，这是真的。谢谢，你手气不错，咱俩住一屋。对啊。那你那日历我也能撕一撕是吧？谢谢。